好，Hello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来玩 WS 伺服器的第三集啦。好，那这一集呢，就是要来玩的职业，算是职业嘛，算是工作，就是在第二集的时候呢，不是说要赶快结束那一集嘛，因为伺服器要重启啊，重启就是代表更新的意思。那有更新，我看了一下，他们更新呢，就是主要是有食物外送总部，对，就是可以做食物外送。那么就这一集就来做做看吧。好，那首先我们要先前往那个总部。然后上一集呢，我们不是坐那个卡车嘛？那卡车第一次的时候不是会就是货你接货的时候接不起来，这个好像是真的是一个 bug。看看，好像真的是一个 bug，那会不会解决？怎么解决？我是不知道了。总之，我们先过去看看吧。过去我们的食物外送。好的，我们快到了这个食物外送总部啊。那其实，在猫咖啡厅附近，其实还不错。你送完食物之后，你就可以去猫咖啡厅晃一下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入口在哪里。入口的部分在这里吗？哦，看起来是。那我们就先把车停在隐秘一点的地方好了。停在这里，绝对不会有人发现。如果我有可能也是不会发现啦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来做这个食物外送吧。食物外送在这里开始工作。好，嗯哼，看一下，delete 是可以找那个订单啊，车库在哪里？这里吗？车库嘞？Hello，车库，还是我要先接订单？寻找订单。啊，先找我的车啊。我的车是不是叫不出来？Hello，我的车。我的车，我没车啊。哦，这里有领取车辆哦，好。他有，哦，他可以选格子啊，那随便啦。一，他要2000块是吧？好，2000块，好，这算押金吧。好，那我们就赶快快速安全的抵达这里的目的地。这台车有点滑，就不要开太快。好的，我已经抵达目的地了。啊，送给谁？哦，他来领餐的是吧？来，领取餐点，然后把餐点放到副驾驶，然后标记在 GPS 上面，2公里外啊。等下我坐到副驾驶，没事。2公里外，好。所以这个是领餐的部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给餐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就快速且安全又稳定的前往，不会让食物冷掉吧？好的，我已经抵达这个目的地了。那
就是来看一下这是怎么给餐吧。那个在哪里？来拿我们的餐，取餐，然后给客户在这里。来看一下会赚多少钱吧。客户正在前往门口。哦，这还有对话，不错。那我们有钱吗？我们一趟是303块，其实还蛮不错嘛。那如果要再接下一个订单的话，要再按迪丽的键吗？对，寻找订单，还要再等24.73秒。哎呦，其实还蛮不错的嘛。对，真的是蛮不错，一趟就有303块，虽然前面还要付2000块就对了。那我们就再接一趟吧，来再尝试看看。好，一样是肯外斯的，要去肯外斯这个地方。那我们就赶快前往吧。好的，我们已经不知不觉运了3趟。好，那这3趟总共赚的钱是845块，其他的钱就是200-300这样跳，然后主要的距离差不多就是2公里，2.4公里到2.5公里这上下。然后我们接下来要来看一下要怎么还车吧，或是取消这个工作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按 delete 键，然后按取消订单。诶，不是哦，那是要直接还车吗？我来看一下啊，好像直接还车诶。那我直接还车看看哦。那我们就直接去车厂吧。
好的，我已经到了这个还车的地方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还车吧。还车，这里，看一下他会不会吐给我。哦，他会还给我2000块。那好，那看一下怎么按一完成工作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他不会给我多给我多那么多钱了。他不会给我多钱了，好吧？那总而言之，应该是蛮好赚的，算好赚吗？其实也还好，就比卡车还好赚啊。对啊，就卡车你一趟虽然比较多钱，但是开可以要开很远的。然后这个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在，例如说什么你没办法完成任务啊，或是你没办法就是像我上一集一样第一次没办法用吊起来，然后还有几率会失败。对，那这个的话应该是100%都会成功啦，虽然钱会比较少，所以 CP 值来说的话，这个食物外送会比较好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，记得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集再见喽，拜拜。